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为什么不叫醒我？二少，别生气。今儿有客人又加点了一出折气，所以回来晚了。这么说，你才去陪了别的男人？怎么？吃醋了？ 当初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您要是喜欢我，怎么着都成。但唯独不能限制我的自由。我和邢州的女人，谁敢碰？这话，您就得去问那位名门闺秀，陆永熙小姐。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？怎么一提起陆小姐，您就着急了？这几天云城都在传她即将要嫁给一个残废，连安宁听了都心疼，所以才……雅宁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。 管好自己，别过节。安宁只是不甘心，能被少帅珍惜爱着的女人，可真是让人心。小怀棠，你这番话里有几分真心？ 贺行州的别院已经住了一年了，却毫无进展。石哥，石哥，石哥，你怎么了？石哥。 杨小姐，哎，昨晚忘了把这株海棠也搬进去，真是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不过是残花败柳而已。只要二少的心肝宝贝没事就好。
真抽着香烟吧？就是，感觉他都把玻璃灯咬活了。二少，您不亲自进去捧个场，杨小姐肯定会高兴的。不用了，我不爱看戏。让你买的花买了吗？梦里没有了，只有玫瑰。说不定杨小姐会喜欢玫瑰呢。谁跟你说这花是给她买的？哎，杨老板，哪儿啊？别着急走啊，给马爷唱一出。马少爷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儿我再给您唱。明儿？明儿老子命在哪儿还不知道呢。要不你跟爷回去，咱俩床上来一出《东风斗》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马小祖，小海棠，我当时谁闹这么大动静？原来是马副司令的公子。贺二少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。要么朝这儿打，要给我滚。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行舟，行舟。要是再给我惹麻烦，立刻给我搬出边门。你别生气吗？谢赫达，拿命来！别动！杨宁，杨宁，小川，别伤到人。是，杨宁，杨宁。我一看到你有危险，就什么都顾不得了。忍着点。等等，虽然很多余，但你也算救了我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听说司令府曾是王府改建而成，豪华气派堪比紫禁城。也不知道司令府的床是不是跟别院的一样软。二少可否带我去见见世面？有二少保护我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干得不错，马副司令很满意。
这里面有50块大洋，拿着立刻离开云城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谢谢大爷。丫头，也不看看自己算什么东西，凭你也配进这个门？还想见司令？见司令？还见不见司令了？啊！今天司令回府，别闹出人命了。是。尽管杨宁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被司令府的气派吓住了，突然有点紧张。是吗？那咱们回去。三军待发，主将哪能临阵逃脱啊？如果安宁不小心得罪了人，二少可记得替我撑腰啊。走吧。等一下。好了，走吧。师哥，我发誓会将一切查个水落石出，让害你的人付出代价。二少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禁地，里面关着贺家的冤魂。我最怕这些了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人心比这可怕多了。二少，等等我们。二少爷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老爷，请你去书房见他。他不是去军营了吗？昨晚上身体不适，提前回来了。你先在这等我，别乱跑。如此美景中，究竟隐藏了多少罪恶？有那个花瓣首饰的人，一定就在这里。你就是小海棠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小海棠竟长得这般美貌。哪里，陆小姐才是云城头号美人，饱读诗书，才貌双全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不过我认识这个。
进来。司令。在家叫什么司令？您找我有事？听说你跑到南城去剿匪，那里可是马副司令的地盘，人家告到我这里来了。什么地盘不地盘的？我只知道云城姓贺，不姓马。好，够霸气。不愧是我贺振云的儿子。不过马副司令毕竟德高望重，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听说你带了个戏子回来。逢场作戏玩玩可以，别当真就行。就像你对我娘那样了。混账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老子？给我滚出去！属下告退。这发簪是我18岁那年行舟送给我的成人礼。听说陆小姐就要嫁给大少爷了，这种没用的东西她留着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？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。我这儿不愿意。陆小姐要是喜欢的话，赔给你就是了。不，不可能，行舟他不可能会送你这个，他一定是为了报复我才故意和你搅在一起的。陆小姐，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不要再后悔了，安心当你的大少奶奶，不好吗？你这个下贱的戏子！也敢跟我抢行舟，你做梦！你敢打我？我就是想打醒你。陆小姐可别忘了，现在躺在二少身边的人是我，而你只能做他的大嫂。我们要不要来打个赌？什么意思？赌谁才是行舟真正在乎的？小周，脱衣服。是。二少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哪里得罪了这位杨老板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就……这件事以后再说，我先送你回去。
老手。是。杨小姐，要不先回房间换些衣服吧，小心得了风寒。有劳赵副官。这边请。大哥呢？大少爷刚出去了。去给陆小姐准备洗澡水和换洗衣服。是。你先休息一下。行舟哥哥，你别走好不好？留下来陪我。大嫂，自重。你别叫我大嫂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叫我。你是我大哥的未婚妻，我不叫你大嫂，叫你什么？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背叛我。行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当初是我爹他们逼我的。陆雨曦，如果我大哥的腿没废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千方百计的想跟我复合吗？行舟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心中哥哥，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们的感情，从你选择大哥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结束了。你去找那个女人，她就是个狐狸精，她会害死你的。陆雨曦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拆穿你，不代表我不知道是你在故意陷害杨安宁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先把衣服换了，这样下去会着凉的。你别叫我大少奶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夫人，谁呀？这是？这见过何夫人。你是？回夫人，这位是云城大戏院的头牌小海棠，二少爷的朋友。怎么又是个唱戏的啊？哎，我们贺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成天到晚被这些不要脸的下贱坯子给缠上。上次那个叫什么雪莲，这次又是海棠。哎呀，还真是百花齐放啊！贺府认识雪莲？呸！不男不女的阴阳，脏了本夫人的眼睛。听说是自杀死，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没有脸再活在这世上了呗。师姐，你真厉害。乖，快吃药，嗓子烧坏了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是谁子？停！
个下贱的小娼妇，瞎了你的狗眼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刚才是哪个手掐我来着？给我上夹板，狠狠的夹！再使点劲儿！再使点劲儿啊！使劲儿！等等，明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热的天，再把你晒中暑了。给少爷扇着，快！啊，我不用。母亲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了这位姑娘？怎么，你们有私交啊？不是，我很喜欢小海棠的戏。一尺红袖，甩出嗔怒哀怨；一根藤条，转眼万里回环。不过是个台上卖唱、台下卖笑的戏子，和娼妓有什么分别？哪吃了你这般夸赞，还开口替他求情？母亲，二太太如此痛恨戏子，怕不是是因为戏子抢了你男人不成？多谢大少爷抬爱，梨园弟子呕心泣血十年，为的不过就是这份肯定。杨老板不必客气。好啊，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啊！你这心思都动到我儿子身上了，看什么呢？给我继续夹，使劲夹！母亲，母亲，是我多嘴了，您还是放过他吧，消消气儿。明婷，娘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像他这样的留着就是个祸害，早点了结了才好啊！走，咱们走。母亲，哎呀，行了，走了走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我的人也敢动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二少爷也想向我开枪，替你小姘头出气呀？杨小姐是我的朋友，夫人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了？什么朋友？我看是床上的朋友吧。母亲，下人都在呢，注意言辞，不要闹笑话。闹什么笑话？贺家的脸早在墨江那个小贱人进门的时候就已经……你也配提他？这个以下犯上的畜生，给我抓走！好啊，你们今天铁了心要造反是不是？好，明婷，咱们走，去找你父亲顶命理去。你们在吵什么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向懂分寸之进退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何司令，是俺宁不懂事冲撞了夫人，您千万别怪二少。哼，你倒是会说话，刚到司令府就惹这么大的祸，戏子果然没有一个安分的。俺宁只是不想伤了您和二少之间的和气，反正我们这些下贱伶人的命也不值钱，所以你想怎么责罚都行。
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搅得我司令府家宅不宁！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，打上四十军棍，赶出府去！我看谁敢！他是贺家外来的二少奶奶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他。你说什么？不孝子！堂堂司令府二少爷，竟要娶一个戏子过门！戏子怎么了？我就要他！贺司令，二少这么说是因为……其实我肚子里已经怀了贺家的骨肉。心中，我头晕。来人，送二少奶奶回房。是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是。三天后就拜堂。既然如此，你看着办吧。不是，老爷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老爷，那明天的婚礼也要提前，嫡子找媳得提前办。杨小姐，不，二少奶奶。这个药膏是立刻见效的，你赶紧涂上吧。谢谢。这里是二少爷的房间。是啊，二少说你喜欢海棠红，这才让下人们在您来之前把帘子都换了的。那小姐您先休息。二少回来了。安宁伺候您换衣服。你很开心啊。当然了，谁不想做司令府的少奶奶啊？倒是坦白，我倒是想问问二少，为什么要忤逆司令的意思娶我？难道是爱上我了？杨安宁，这桩婚事不过是赶鸭子上架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你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不管，你刚才大可以不管我死活，你就是爱上我了。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要是被老爷子发现，你就死路一条了。放心吧，怀胎十月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的。看来你早有安排。不敢不敢，安宁全听二少安排。既然要成亲了，那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吧。荆州，
深更半夜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睡不着，出来随便走走。我是问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是白天的亏还没吃够吗？原来陆小姐还不知道啊，我马上就要和二少成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戏子。戏子又如何？耐不住我肚子争气，这里面可是有贺家的长孙呢，到时候母凭子贵，说不定这当家主母的位置。住口！你做梦！怎么又想打我？还是劝陆小姐三思，论动手你可不一定是我的对手。雅宁，我劝你别太嚣张，毕竟这贺家的戏子可都活不太长，还有人来唱了一出戏就死了。你说谁？那人可比你有名气多了，不只是在云城，整个江北都如雷贯耳的青衣名旦。你看见什么？放开我！他是怎么死的？你快说呀！告诉我发生什么了！你快说！金钟哥哥，救救我！星舟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醒来看不到你，就出来找你了，没想到就碰到了陆小姐。突然有公务要处理。不是，星舟，刚刚是他。时候不早了。大嫂早点回去休息，免得大哥担心。我们走。嗯。府的人说，让我们等陆永熙的花轿到了，一起拜堂。不急，只要能进贺府，等多久都可以。
怎么，新娘悔婚不嫁了？陆有信小姐她服毒自杀了。二少出来了。二少，车，车，车，二少，等等你。行舟，怎么回事？少校下车悔婚啊，这下没有好戏看了。依我看，这门婚事本来就没门。一个臭唱戏的能嫁进司令府当妾，已经是烧了高香了，何况是正室？撤！行舟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去骑马场最烈的马？摔成这样多疼啊！没关系，我已经驯服他了，改天带你出去玩。我只要你保护好自己。永熙，别哭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还会保护好你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撤。大婚纸他服毒自尽给谁看呢？让我们贺家难做人是不是啊？你去，去陆家要人去。是。等等。母亲，如果永熙他宁死也不肯嫁给我这个废人，又何必强求呢？什么废人？母亲不准你这么说啊！你是我们贺家唯一的嫡子，云城未来的主人，你就配拥有最好的。恐怕父亲他老人家早就不这么想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只要有母亲一口气在，这个继承人非你莫属。小姐，小姐你不要死啊，小姐，小姐你不要死啊。我去找大夫。行舟，行舟你别走。我还以为连你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，好在有老天爷可怜我。挺逼真的，用什么做的？行舟，行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走吧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离不开你，我根本就离不开你，我喜欢你。陆雨熙，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利用我们过去的感情。不肯走，看来是赖上我们贺府了。这门婚事是司令亲口答应的，岂能反悔？哟，拿老爷来压我啊！可惜了，今儿这婚礼我做主。既然你这么想嫁进贺府，我成全你。
除了咱们这位二少奶奶，其他的阿猫阿狗一律不准入府。安宁，我觉得这女人没安好心，你自己注意啊。放心吧，玉梅。还看，新娘子跨火盆儿，邪祟晦气不上门儿。新娘子钻裤裆，国家幸福又安康。不想嫁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新娘子验身体，荣华富贵无穷己。快点把衣服给我脱了，放开我，快点放开，脱了，快点，别动我，放开，别乱动，放手，把衣服脱了，放开，放开我，放开。夫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我不验验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把脏病给我带回来？到时候再污了我贺家的名声。母亲，别把事情闹太大，到时候传到父亲耳朵里就不好了。好啊，不验也行。你呀，就在这院子里给我跪着，12点之前贺行舟如果能回来和你拜堂，你才算真正的二少奶奶。跪远点儿。
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尽快查出真凶，替你报仇。多睡一会儿。二少饶了我吧，昨晚腰都要断，再睡更起不来。这是在夸我吗？那我得更努力了。好了，别闹，刚画完。等会儿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。给夫人敬茶。二少，司令回来了，让您立刻去书房见他。司令找我。既然成亲了，就收收心，准备早点接替我的位置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精神不济，看来是真的老了。你负责好好接待，若能攀上这层关系，对你将来大有裨益。是。对了，安宁肚子里的孩子怀了几个月了？我找高人算过，咱们贺家孙辈第一个孩子会是个男孩。谢司令记挂。已经两个月了，方才安宁还说要给您敬茶。啊，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婆婆，请喝茶。夫人，请喝茶。永熙，昨儿辛苦了吧？不辛苦。有什么需要的，你随时和我说啊。夫人，请喝茶。还敢躲？我。摔的，安宁，快去叫大夫！是，怎么回事？去啊！夫人，你再怎么讨厌我，也不应该对我腹中的孩子下手。
这毕竟是贺家的骨肉啊！你这个小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谁对你下手了？老爷我……啊、你做了什么？我老爷没……司令，行舟，你快劝劝何司令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昨天跪了太久，夜里回去肚子就很痛。我今天不应该硬着头皮来敬茶的。昨日为什么跪着？媳妇过去，快！不行，把鞭子给我拿来！老爷，别放了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父亲，打死你！我父亲，父亲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夫妻一场这么多年，何至于此啊？你也不问问他做了什么好事？若不是怕丢人，我早休了他。父亲，您息怒。这份没有容忍之量，管什么司令府啊？当什么当家主母？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交给永熙和安宁来管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老爷，母亲，给我带下去。是。一会儿司令那边该怎么说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这下满意了？这不是你期望看到的吗？若不是行舟配合，这出戏我自己一个人可唱不下去。不愧是小海棠，这招一石二鸟，连老爷子都唬过去了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二少冤枉，安宁可都是为了你着想。二少应该也不这么喜欢夫人。别再试图揣度我的心思，明白吗？以后给我安分点，惹出什么祸来，我也保不住。别再试图揣度我的心思，明白吗？以后给我安分点，惹出什么祸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二少。二少，跟巡阅使秘书约好的时间快到了。这几天我有要紧的事，晚点回来。阿少，二少奶奶，您要的账本我拿过来了。各房的珠宝首饰多久盘算一次？回二少奶奶，每个月都要盘算。那这个月可清点过了？因为筹备婚礼，这个月
大太太还未查看。那我正好来学习一下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师兄脖子上的印痕，和尚的首饰，都在这儿了。回二少奶奶，都在这儿了。要说遗漏的，也只有是什么？是禁地那边的东西，都是封存的，从不会盘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二少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出，所以。什么事儿啊？值得生这么大气？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居然在查各房的金银首饰，呸！那也是他陪看的吗？想想就生气。依我看呀，您正好得个清闲，好好养伤要紧。照这样下去，这小贱人早晚有一天要越过我头上去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那小贱人呢？好像是去西院了。什么东西？何少帅，方才马副司令把巡阅使需要的文件资料都带了过来，巡阅使暂时没时间会客。小川，我们在外面等着。久等了，巡阅使今晚约了马副司令吃饭，改日再来吧。这明明在电话里已经说好了，又被马副司令给搅黄了。由他折腾去，这件事我势在必得。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惹司令府的人？拿下！站住！大哥，刚才多谢大哥救我。应该的，刚刚出去买书正好碰见了，可惜没抓住他们。大哥买的什么书啊？牡丹亭，我自幼喜欢戏曲，可惜现在不便出入戏院，没能捧弟妹的场。大哥若是喜欢，以后我在府里唱给你听。好啊，那我可有耳福了。弟妹的声音别具一格，可惜有一点点瑕疵。
是吗？大哥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吗？你的中气浑厚，就是不能持久，唱久了会伤到嗓子。确实如此。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法子。来，来，你试试，这样行不行？大哥，这法子果真不错。大哥，我们改日再聊啊。行舟，行舟，我受伤了。你看。今天晚上遇到了两个匪徒，多亏大哥救了我。我倒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。怎么，吃醋了？我跟他不熟，只不过在路上遇见就聊了几句。行舟，你教我用枪好不好？怎么不去找大哥教你？你教不教嘛？不教。为什么？你这双手是为舞台而生的，不是用来拿枪的。今天是我疏忽，以后我会多派些人手保护你。嗯。究竟是什么人想对付梁如芬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要先想办法自保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是二少的夫人，她让我来练枪。拿来。什么？通行证。通行证？你们不认识我吗？我可是二少奶奶。哎，之前就有人说是二少的姨太太，想混进来，结果是个戏子。你说你是二少奶奶，怎么证明？我。拿不出通行证，又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说你到底是谁？你们两个。大哥，大少爷，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敢这么对二少奶奶，若是让二少知道了，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小的远远不识泰山，还请二少奶奶勿怪。还不开门？是。大哥，我们走。多谢大哥。不必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你来这里是想学枪，是因为昨天的事吗？啊，
戏园子里鱼龙混杂，我也不想总麻烦行舟。来，试试。这把。你这个腿要分开一点。哦。那个手上来，来。对，托住这个手，稍微抬高一点。来，把背挺。妻子果然天生下贱，见个男人就想投怀送抱，你根本不配和行舟在一起。枪给我。瞄准目标的时候，眼睛、准心，还有目标，三点一线。说。少帅，送给巡阅使的东西都被退回来了，肯定是马副司令在背后捣鬼，要不要警告他一下？用什么理由啊？到时候闹到老爷子那边去，反而显得我无能。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可过两天巡阅使就要走了，我们连人都没见到。行舟哥哥。先这样。行舟哥哥，你在忙吗？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事关小海棠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。那就别说了。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行舟哥哥，等等我。大哥，你这样不行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不能后退，更不能胆怯，要像我这样稳稳地拿着枪，然后大哥你好厉害，学会了吗？你试试。我的人就不劳烦大哥来教了，大哥若是清闲，去教教自己的女人。永熙，想不想学枪啊？我教你啊。既然你没兴趣，我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吧。走了，弟妹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挑战我。我只是在学枪，谁让你不肯教我？真想让我教？手稳住。看我干什么？看前面。再敢背着我找大哥，就给我滚出和府。二少今日好大的火气啊，莫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我最近倒是遇到了点麻烦，听说从京城来了个姓赵的大官，点名要听小海棠的戏，正好我这段时间告假，听说李老板都快被逼疯了。哎，行舟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见赵正，
给他唱戏。原来是拿我当敲门砖啊。帮你倒也可以，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不敢不敢，不过我还没有化妆，要是就这么蓬头垢面去的话，不但事办不成，说不定还会被怪罪。掉头，送二少奶奶回去化妆。好了吗？去见巡阅使，自然要展现出最完美的样子。你也不希望我给你丢脸吧？嗯，我那对珍珠耳环去哪儿了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！有什么条件，车上谈。贺行舟。巡阅使今天不在，少帅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告诉我巡阅使人在哪里。马副司令得知我们巡阅使最爱听小海棠的戏，请他去凌云酒楼听戏去了。闲杂人等就别去打扰了。是辛苦啊，这一杯我先干了。可是这酒楼的酒不合您的口味，我马上给您换。来，换酒。酒是好酒，就是这下酒菜配不上这美酒。您瞧瞧我这记性，今儿的重头戏啊可是小海棠啊。小海棠向来在云城大戏院登台，我来这几日听闻他身体不适告了假，你能把他请来实在是费心了。这小海棠啊病体未愈，怕挂了病气给您，我去巡阅使了。我若是这么唱，这戏台早就被我唱垮了。不是小海棠，可能是生病影响了他的嗓子。徐院士，您别生气。马副司令，我来云城这几日，对你一直是礼遇有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欺上的人。哎，小海棠，巡阅使想听戏，知会一声便是。小海棠随叫随到。这位是贺司令的二公子，云城少帅。今儿这出
是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惊喜，惊喜。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别影响我的心情。还有你。我走，我这就走。巡阅使后面有任何吩咐，随时让人告诉我。冒昧前来，还请巡阅使不要怪我们唐突。好说，小海棠，你跟贺二少这是？这个恐怕就要问贺二少了。贺行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仗势欺人，霸占小海棠！巡阅使误会了，小海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哼，你堂堂一个贺二少，会娶一个唱戏的当老婆？你当我丈母儿傻啊？巡阅使口口声声说要替小海棠讨回公道，内心却和他人一样对李渊行当充满了偏见，可见并非真正爱惜之人。你，我今天就算杀了你，贺晨云也不敢说个不字。赵先生，行舟并不懂戏，也不爱看戏，但也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苦跟不易。我既然娶了她，就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侮辱她。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此事都怪海棠没有说清楚，不如干了这杯，海棠单独为您唱一曲《负荆请罪》如何？好一曲《负荆请罪》，好一个重情重义的贺少帅。贺行舟，你这个兄弟我赵某交定了，来喝酒。行舟，不过仗着自己姓贺，就敢骑到老子头上撒尿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爹，那个小海棠就是个天生的狐妹子，最会勾引男人。她今天肯定把巡阅使迷得魂儿都没了。你这么了解她？我也是听说嘛，整个云城谁不知道她人尽可夫啊？可惜呀，那个雪莲死了，不然哪轮得到小海棠啊？说了以后别提这个人，你脑子被狗吃了吗？是，儿子不敢了。小海棠，看来这个女人了不得。赵先生，帮派之乱一日不除，云城百姓将永无宁日，还请您务必帮忙申请这笔军费。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小海棠，如果你们日后有用得上赵某人的地方，拿着这封信来找我。多谢赵先生。
等我一下，我去买个东西。嫁妆地里，快看看呐！来，姑娘，快看风筝吧。你还挺有童心，但那个好丑。我就要这个。哎，好嘞。付钱。哎，慢走啊。这叫简约，你懂什么呀？森林大人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她被青龙帮的人给抓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森林大人，我都滚远点，快！求您了，森林大人，求您了，森林大人。这是二少给你的，明天拿这个信封到军政部找他。记住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哎，以后别来司令府闹事了。哎，不仅找不回你的女儿，连你自己的命都会搭上。是，去吧。谢谢。今天司令回府。别闹出人命了，你都滚远点，快！求你了。原来他并非表面那样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答应我的东西呢？特别通行证，谢谢你，行政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当然是耍威风。听说有了这个通行证，就可以在府里任意行走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总该有点特权吧？那你也悠着点，别威风过头了。现在高兴了，休息吧。把大家都招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宣布？今日我收到上面发来的电报，不仅答应给云城加拨军费，还对行州大加赞赏。看来这司令的位子将来非行州莫属了。今日当着贺府上下，本司令正式宣布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老爷，那个明廷才是贺家嫡子，正统的大少爷，您不能因为他的住口！老子打下来的江山，想给谁就给谁，轮得到你这个妇道人家插嘴吗？至于明廷嘛，我相信行州会好好善待他们夫妻。行州，你说呢？司令，请放心。只要行舟在一天，定会护大哥大嫂周全，
确保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嗯，那就谢谢二弟了。好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恭喜老爷，恭喜二少爷。恭喜老爷，恭喜二少爷。好，好。请您再生气也于事无补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，一定还有。你知道的，父亲为人固执强硬，只要他还活着一天，就不会把贺家交给我这个残废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只是提醒母亲认清现实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好了，今天君部有应酬，我可能会晚点回来。好，快就回来了，你不是给了我通行证吗？我就想到处转一转，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。怎么了？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别再来这儿，我跟你说过，这儿闹鬼。闹鬼？不会是个小鬼吧？什么小鬼啊？你看这儿，这好像是指甲的抓痕，肯定是个小的淘气鬼。行舟，行舟，那是很久以前猫抓的。
行舟。这是你送我的。我们打个赌如何？看今晚谁先喝醉。如果你输了，就从明天开始教我枪法。嗯，我和行舟的徒弟自然是厉害。那你怎么了？在吃玉梅给的药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刚才什么表情？真不想要我的孩子了？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。你想要吗？不行。那要不我们找个大夫解决掉？你敢？张嘴。不是不想要孩子吗？干嘛还要让我喝药？我怕你晚上影响我睡觉。闻着就想吐。喝。
那么多事。今天不喝，真不喝？你真的不想喝？有人举报说知道青龙帮的老巢在哪，不过得要您亲自去见他才肯说。知道了。五子也来。那我先去处理一下。晚上的药，等我回来再喝。贺行舟，你有完没完？祝二少奶奶端午安康。小丫头是真长进了，再过段时间就可以正式登台表演了。师哥，端午节还要出门啊？你呀，乖乖在家练功，等师哥唱完堂会回来，陪你一起包粽子。嗯，哦，对了，别忘了这个。选了这么个风筝，好丑。小傻瓜，这风筝其实和人一样，简简单单才好，只要掌握好分寸，照样能够飞得又高又稳。嗯，上去了，师哥。飞得真高。我竟然忘了今天是端午节。确定约的是这里吗？没错，时间早就过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难不成是故意骗我们的？师父，师哥，两年多了，
找到凶手，我该怎么办？确定是小花堂吗？确定。这几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要是你们还在就好了。师哥，我真想你。不等了，回去。是。云城大戏院是小海棠在吗？好，知道。少帅，出事了！享受享受，你敢打我，给我回来！你个贱人，不给你点颜色，你别过来！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？别动！别动！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。开呀！朝这儿打，你会开枪吗？就当没看见呗。钱老大这个大老粗，不会已经拉出崔花了吧？没想到，你个唱戏的还
真会打枪啊！要不是老子那把枪里没装子弹，否则还真死在你手里了。好了，玩也玩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这种烈性的，死了也是美味呀、啊！放下枪！可是令尊大人又有什么吩咐？什么令尊？我是你主子，这女人是我的，把枪放下。咱都说好了，给我兄弟们享受完了，把他挂城墙上。您这样横插一脚不合适吧？下一回，枪口对准的就是你脑袋。哎，少爷，你呀，消消气儿。哎，消消气儿。实在不行，咱这样，咱哥俩一起。滚！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自己几斤几两，敢跟我称兄道弟？滚出去！滚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！那您快点啊，后面兄弟们都等着呢。你才快呢，你全家都快。二少，这些事，安宁用风筝给我们做了线索。看来就是这儿了。你现在回去带人，不论对方是谁，都给我就地枪杀。是。小美人也来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我这小孩子，你就从了马爷吧你！你放开！你放开马阳子！叔，人被关在哪儿了？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不要让我再问第二遍。
说你受到惊吓，动了胎气，需要卧床休养一段时间。三天？那戏园子那边？放心，帮你搞了家。谁知道贺迎中来这么快呀、啊？小海棠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结交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，以后定然是贺兴州极大的助力。现在没除掉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他一个戏子，哪有这么厉害？你呀，这脑袋什么时候能长气一点？上次赵正的事情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耐。上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气死老子！算了，既然这样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爹，怎么做？怎么休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人被关在哪儿？打开。马副司令，二少吩咐过，除了他和司令，其余人谁也不许见这批犯人。打开。打开！是。马司令，你们都出去。是。马司令，马司令，哎，快放了我们吧！废物，无用之人就该去死。立正。奉司令的命令，把这帮人犯的尸体放到城门处挂着，以儆效尤。是。二少，查出来了。放假消息和绑架小海棠果然是同一个人策划的。谁？是马副司令。应该是您上一次让马副司令在巡阅使那里吃了亏，就想要把这个面子挣回去。没那么简单。狱中人怎么样了？司令，司令，上次抓回来的犯人全部被马副司令击毙，挂在城墙上示众。是他的行事作风。人都死了，这个也没用了。是。都怪我，没有派人看好他们。他既然敢去，必然是奉了老爷子的命令。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付出代价。
当务之急是，你得去帮我找副行头来。行头？进来吧。是。说吧，夫人让你来传什么话？您这病好像越来越严重，要不然换个大夫吧。是老毛病，很难根治，只能慢慢调养。对了，听说安宁又怀上了。是。这次一定要小心，吃食煎药直接从小处放走啊，别让其他人经手。我会的。当年你娘的事，是我做的不对。司令，莫香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狡辩什么呀？管家都承认了，是你勾引他在先，还把自己的贴身衣物都给他做定情信。你杀头派人，明明是你们栽赃陷害。老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错。老爷，我替你收拾他啊！贱人，让偷人，让偷人，让偷人！不许欺负我娘！行舟，行舟，你没事吧？老爷，我就说吧，这信子不能娶，都是下贱坯子，到时候再把二少爷给教坏了。来人，把三姨太关起来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司令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当年我也是被气昏头了，但谁知道他竟然会选择自杀。自杀？难道不是为了你所谓的面子杀人灭口吗？行舟，难道你一直以为我虽然对他不够好，但是我绝对不至于。他也绝不可
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杀呀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又要玩贼喊捉贼的老把戏了是吗？啊，夫人。贺兴洲，你竟然为了夺权毒害贺司令，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。住手，这里可是司令府，你们想造反吗？马副司令，你说是邢州害死了贺司令，可有证据？当然，而且保管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左，今晚有谁进过书房？就只有二少爷。那碗有毒的药又是谁送进去的？应该也是二少爷。应该。这么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。老爷病了以后疑心特别重，只吃小厨房做的东西，就只有二少爷有机会，而且我亲耳听到他们在屋里吵架。是吗？我们吵的是什么？也没有太听清，好像是为了什么遗嘱。对，就是这份遗嘱。老爷也是最近才发现贺兴洲的真面目，所以更改了遗嘱的继承人。二弟，你怎么能？看来这是个精心布置好的陷阱。来人，把贺兴洲给绑起来，关进大牢严加审讯。是。不用，我自己会走。兴洲，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合作对付贺振云。是吗？你不是对贺振云的老头一往情深吗？我现在只想让他早点死。你不拿出点诚意来，怎么相信你呀？鞠躬，家属还礼。夫人请安。客到，脱帽。一鞠躬。老司令的死显然是场意外，八成跟梁如芬脱不了干系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了他。客到，脱帽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还礼。夫人节哀，四海必定查明真相。
还镇云兄一个公道。有劳马副司令。不必如此心急，事情还没查明真相。况且我作为贺家的儿媳，理应为司令设立。事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嘴硬？哎，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母亲这些日子操劳过度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些家务事等忙完了葬礼再说。我，别让客人笑话，说咱们容人无量，苛待弟媳。等过两天。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心点。爹妹放心，二弟虽然因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但罪不敛其妻啊。大哥，我相信行舟是无辜的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我也希望啊，弟妹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大哥，一年多前司令府是不是请人唱过堂会？当时马副司令是不是在场？好像在。弟妹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哦，我是想多了解马副司令一点。我觉得行舟的事说不定是他一手策划的。那天他好像跟雪莲老板有点冲突。那天，他好像和雪莲老板有点冲突。孟老板，过来给司令敬个酒啊！万寿无疆。哎呀，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怎么有男人可以把杜丽娘演得这么像啊？你放尊重一点。老婊子就立牌坊，一个不男不女的戏子，你谈什么尊重啊你？弟妹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大哥没事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吃更多的苦头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哟，还挺硬气吧？我倒要看看呢，你还能坚持几天？什么时候认罪，什么时候给他吃东西。要是不幸饿死了，就说是为了给自己赎罪，绝食自杀。这样，
也能对军政部有个交代。继续打。是。那个姓赵的副官呢？抓到谁？这人像是人精蒸发了一样，连个鬼影都看不到。继续找，一旦发现，就地正法。是。疯了，这可是司令府啊！哎呀，老东西都死了，担心什么？再说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不更刺激吗？哎哎，梁文芬和马思涵，难道他们早已狼狈为奸？等一会儿，你真的确保万无一失吗？怎么了？你不相信我？哎呀，我是不信你，我就是害怕你。哎，如今明廷即将继任司令，我还是副司令。当家主母，我们三个人是目前云城最有势力的，你怕什么呢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别忘了，贺行舟还有军中的势力呢。你再加上赵副官还没找到你呢，果然是他们。他不是早晚的事儿，你要担心他来劫狱，我就多安排点人手看着贺行舟不就行了？专心点。谁呀、啊？谁在那？母亲，母亲，您在这里做什么？明婷啊，那个你来的正好，母亲正好有事儿要和你商量呢。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怎么有男人可以把杜丽娘演得这么像啊？放尊重一点。去！以我现在的处境，要接近他去调查，难如登天。为今之计，还是要先把行舟救出来。我要怎么才能把贺行舟救出来？二少奶奶，夫人让你去洗衣房干活，贺家可不养吃白饭的。知道了，请吧。马叔叔，思海啊，你看明廷现在已经是司令了，这军权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了？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吗？现在贺行舟都还没定罪，军队其他人都在观望，还没站队。等我把这批人都收拾了，就把军队完完整整的交给明廷。可是，就按马叔叔说的办吧。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以后只怕事事都需要马叔叔的照应了。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客气做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其他事，那我先走了。那我送送你。你要一直跟着我吗？抱歉，二少奶奶，这是夫人的吩咐。走路不看路，眼睛都拿去撩男人了是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拿衣服来给我换。是大少奶奶。看什么看？难不成我还说错了？再看小心我。
你到底是喜欢贺行舟，还是喜欢司令夫人这个位置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抢了你的行舟，可如今他入狱，既不见你落一滴泪，也不见你为他费心奔走，你的真心突然之间喂了狗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？这个用不着你来操心。婆婆，我最近新得了一个洋物件，特意拿来孝敬您。啊，快随我去瞧瞧。好，走。两位师长，今儿怎么有空来府上？夫人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喝茶啊。是二少奶奶让我们来的，她人呢？哦，她呀，她，我在这儿。因为在夫人房间发现了这个，所以特地请二位来做个见证。什么？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这不是重点，司令是中毒而亡，而你房间正好有一包药粉，夫人不该解释一下吗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肯定是你这个小贱人为了陷害我，故意把这药放到我房间的。想要证明清白很简单。夫人亲自试试就知道了。你贺行舟真是对奸夫淫妇啊！他毒死了司令，你又想来毒害我？我看这药啊，你自己喝最合适。来，全部喝吧你。哎，母亲，有话好好说，肯定有什么误会啊。喝。母亲，你冷静点，这肯定是误会。你们都看见了啊，是他先来诬害我的。他自作自受，就算死了都活该。这药是他自己下的啊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是啊，他不会那么傻，把证据留着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你怎么没事？我只说在夫人房间里发现了一包药粉，只是想问问功效而已。夫人怎么就断定这是毒药呢？我，莫非是夫人心虚？胡说八道！两位师长，我早就说了，这是一场误会。胡母亲就是这样火爆脾气，让您见笑了。既然是司令府的家事，我们也不便插手，告辞。告辞。看来军政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。晚上再来，快！
府啊？没上本。安宁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去查案子。这都查什么案子？不是，我没洗脸呢。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闲心在这吃早饭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！我刚从枫叶楼出来，就看见赵正的车子往贺府开，那车气派也绝对错不了。木已成舟，他来也没什么用了。不是没什么用，我是让你抓紧机会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在薛院士面前挣回脸面。去睡觉吧，自己看着办。啊，对了。我听说那个赵副官抓了元丰药铺的掌柜。什么？立即派人盯住贺府的动静，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。你自己说去吧。你，我说话也没你好使。我不去。滚滚滚！巡阅使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。上次云城剿匪有功，司令和二少爷立了大功，我特奉上面命令特来表扬。来的路上得知司令去世，实在遗憾。父亲若泉下有知，定会感念挂怀。既然司令去世了，那将二少爷也是一样。他人呢？您有所不知啊，二弟他涉嫌毒害父亲，现在正在狱中。行舟是被冤枉的。放肆！巡阅使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无妨，上面得知司令去世的消息，让我顺道好好查查。你说贺行舟是被冤枉的，可有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昨夜我亲眼看到夫人带人在后院的树下将这些东西掩埋，和司令汤药里查出来的是同一种毒药。这个东西叫马钱子，少量可以治病，用多了可就要人命了。你确定吗？开玩笑，我程家三代神医，这点东西难不倒我的。闭嘴，你在这胡说八道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胡说？夫人心里自然有数。你这小贱人，你就是想冤枉老娘。巡阅使，这个小戏子他平时撒谎成性，他说的话不足为信。是不是被诬陷我自毁查明？你莫不是觉得我昏庸无能，查不清楚这件事儿？不是不是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马千子？又怎么知道是我母亲放的呢？就是，这种云锦帕子，全府上下只有夫人在用，其他人用的都是丝帕。至于药的来源，巡爷，小点心，这位是元丰药铺的掌柜，我查到云城只有他那儿卖马钱子，是不是真的？他一看便知。是真的马钱子，
谁在你那买的？是。说。长宽饶命，是马副司令。是马副司令逼我开的。赵副官，你用枪指着他脑袋，你就不怕他为了活命满口胡诌吗？那这个呢？这里面清清楚楚的记着是何年何月何日，谁人在那里买了什么药？难道这也是瞎编呢？还有，带上来。具体细节，没人比他更清楚。是夫人做的，我可以作证。你给我闭嘴！把证据呈上来，让我看看。现在事情已经很明了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马副司令，是不是故意自信了点儿？不就是阶下囚吗？行，就让你先过过嘴瘾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算到了所有的事？那当然。今天出门前，我还帮你算了一卦。待会儿。让你去九泉之下，去陪你那短命的爹。你们死了吗？这个你算到了吗？母亲，所以那个遗嘱也是你伪造的，是吗？我。母亲她身体不好，她受不了牢狱之灾，你把我抓进去，我替她受罚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于院士，好不好？真的求求你了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母亲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放开他！我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母亲。下下去，走走，我求求你，帮帮我们，求求，求求你，救救我母亲！你们都给我走开！我左国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走开！走开！你们！都不能走！都不能走！离别多日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。人心易变。不过赵先生放心，行州必定竭尽全力护云城百姓安居乐业。有你继承司令之位，才是万民之福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赶回去复命了，先走了。不再听萧海棠给您唱一曲吗？真当我是那种曲令智昏的人呢？之所以帮你，完全是看你人品。阿少，牢里的那位说，
贺行舟。想知道莫祥是怎么死的吗？都出去。是。说。我偏不告诉你。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别考验我的耐心，否则我就用这把匕首废了何明婷的胳膊。你敢？别伤害明婷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别伤害他，是我，是我害死你娘的，是我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贱人胡闹的样子。注意你的措辞。我就是看不惯他，没有他的说。老爷还能多看我几眼，但是有了他，我就被彻底无视了。走了我的幸福，凭什么？他不该死吗？杀死我娘的人是个用枪老手，枪法精准，你没那个本事。说，到底谁干的？劝司令不在，结果的，我保证你成功。不会让你就这么死，我会一直折磨你。恐怕你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司令，什么？马斯还跑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刚，还有马耀祖和马家亲信也不知所踪。接个下令，全城缉捕。是。不好好在房里休息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我想见马四海。见他做什么？他之前竟然让别的人冒充我去见巡夜时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必须得打他两巴掌才能消气。带我去嘛。嗯，小包，人跑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委屈你打一打关押过他的地方。贺行舟，这么不禁逗啊！好了，等再抓到他，让你亲自给他行刑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
怎么了？不是那个图案。没事，走吧。